走了很远，发现心里开始疲倦，不知不觉我们兜了很多圈圈，怎么迷失自己，不确定每次离开是否只是逃避。梦在哪里，突然想念，勇敢冒险，努力奋斗，为了创造美好明天。那段非常任性的回忆，一种奋不顾身的美丽。如果需要平静，可以去旅行，但不要走得太远，慢慢沉溺。如果需要时间整理思绪，那整理。